好，这个是埃及夜卧铺火车楼上的构造，二楼的空间一样一个吊床，这边有网子，还有一个小茶杯架。这边呢有个床头灯，床头灯呢，如果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开关往上一按，就可以关闭，不然的话，睡在第二层的人可是会睡不着觉。打开，关闭，好，这个就是埃及夜铺火车二楼的空间，就把它当做吊床吧。